哎，吹拜年歌拜年不是哦，是我弟弟吹的。这个破金氏世界纪录，吹最多拜年歌的人，应该用口哨吹很轻松啊，24小时可以吹，睡梦中也可以吹。这里是高雄有名的林园，以前林园饭店呢，现在的寒暄国际饭店一流了。尤其是40楼的服务更好，啊！我一去他就给我打八折，还特别跟我安排两个固定的位置，看我家的后门抓小偷，实在是很好的服务。阿舍，你贵姓？姓洪。标准的警卫。你的职务是什么？是我们服务中心的主管。哎呦，主管亲自站卫兵哦。好感动哦，难怪你们寒暄会成功。有欠站卫兵的请，我愿意接受，不用主管的。向你们拜个年。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你！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你！